关，每一队派出男女队员各一名，两人需站立在长浮板上，限时15秒之内没有掉下水就算过关了。而浮板的四角都有魔王在猛力拉扯，大家要小心注意喽。水上震撼教育，没错，水上这个是新关卡。是，这一男一女啊，如果能够在浮板上呢撑过多久呢？15秒，15秒就算过关。哇，很难嘞！不要以为15秒好像很快，因为四个角都会有魔王在拉，所以你要保持平衡。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空的那个浮板被拉的状况有多晃。好厉害哦！我看哦。对，那个力量是不平均的，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乱拉。好，我们派出第一棒就是天，我们先派出王寿伟跟蚂蚁好了。我说你，我要写字。好，那就你跟嘉爱神。好了。好，王寿伟配蚂蚁，我们来估计谁会先掉。王寿伟，没错，我也是这么猜的。对，来，预备。是一些什么因素呢？很难讲。好，预备，15秒，开始。好不好？由彭自远方来，自己选一个女魔王。好了，没办法，虽然你不想选，但是大会还是跟恰杂波给你。好，对，好不好？要小心哦。我会跳水求生的。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来，我跳。谁要开了？想看一下。待会你下以后，你会跟他一样这里有这个。糟糕，我看他连站都有问题。好，哎，不要走。哎，不要掉下去哦！这个如果会成功哦，我给他2分。2秒，好的，不是，言行书完全是被女生推下去的。好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会有那种一开始就要把人家抱下去的感觉？你是说我不要了吗？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抓手是不行，没有抓手的，要适度，不可以。没有抓手反而是比较难。但是你抓手也不能拖，对吧？因为你要想，其实最大的力量啊，是来自于他。如果另外一个人他移动了没有？他移动会跟你相反的方向，所以你在你平衡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他移动，他移动整个人会晃，所以你要抓着他才能够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抓的是对的，对，抓的是对的。来，接下来换到我们这一组，我们派出孙杰是配上魔王了，没有了，蹲下。哦，好，下一组。好了，接下来换我们学士的最后一棒。好，我们站住。
是要卖票。票嘞？这里不是要买两张，已经开始卖了。票嘞？票。一手红人，一手蓝，刚放在我们身上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空的。啊？完全没有票。确定？过完年好。好，过完年好。没有，过完年他会讲说，我过年包太多红包了。他怎么可能包红包？没关系啊，来，我给你。丢冰池，这个人就越看越不舒服。好，来，所以思杰是跟嘉义池加油啦，预备，一人抓一手，好，来试试看，15秒。小姐，啊，轮到我了，是你啦，是你啦，好，许梦哲，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就会下水，哪有？你们干嘛一直跪着啊？你们两个，我站在这边，好，许梦哲，快把扶下来，哎，姿势很不雅，姿势。这个就是女生跟男生道歉，有没有？你不要赶我走，你不要赶我走，很痒，很痒。你想干嘛？哎，我觉得女魔王他们的魔王方式不一样，哎，男魔王就残暴，而女魔王是让男生不知所措。好，来，再见，再见啊，不容易。好，下现在，预备。魔王方式不一样，哎，男魔王就残暴，而女魔王是让男生不知所措。好，来，再见，再见啊，不容易。好，下现在，预备。不超过5秒。很像。你不要再闹了。你口条也吵啦，你口条也吵。我是被他推下去的，我是被他推下去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是最高分呢？现在11秒钟，可是没办法，还是0比0。但是呢，我们最后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对不对？那 Andy 最后 Andy 完 Andy 完，哇，你要被我们丢，还是自己上去玩15秒？我跟你说，15秒过关你是不用过关没事，不要说我们欺负你，也配一个女魔王？好好好，不要说我们欺负你，我会让你有机会过关。把上一波掉，你都没上。对，你穿两件，穿两件，可以穿五件吗？对，两件，老板票拿来，票票票，下次你就掉了。你两件，你两件，我还有物业吗？我哎，我看这次是死命的护城河，他打死不下去这一局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明显的两队，0比0。